好，那我们当然，城市哦，希望从头到尾去执行一遍嘛。既然是从头到尾按一个按钮，我就执行完做资料收集，所以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城市的改写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在收集资料三这边编辑一下，如何做到改写？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哦，我们应该可以用一个应该可以用一种取代的方式，应该可以用一种就是说判断说我现在这个格子啊，如果有或没有内容，就是判断我刚刚这个地方，如果它有内容我就执行，没有内容我不执行。例如说到这一个，我就不执行。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？好，首先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写一个 if。那在哪里写这个 if 呢？整个都必须要执行一遍嘛。所以直接从程式嘛，一刚开始的地方，所以就是 if 作用中储存格的值是不是空白？这边我的一个逻辑想法就是说，如果因为当我今天我在希望他在做一个连续判断的时候，我那个逻辑思维跟你讲一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学习是很重要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函数用来用去，怎么都还是只有在用 if。好，这个逻辑观念我要跟你来去思考，就是来去分享一下，在这个地方。例如说，我现在我游标是在 D14 这一格呢，要执行还是不要执行？我们因为现在想要做一件事，做什么？连续执行，连续执行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说，102年做完。资料收集要继续做什么？继续做103年的资料收集。好，我们现在为了要做这件事嘛，对不对？那请问，既然要做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判断，就是说，因为现在我游标是落在102年，然后他去收集102年的资料，游标落在103年，收集103年资料。那如果游标落在空白呢，我就不要去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会先刻意的把我的那个想法，就是说游标在102年收集。102年资料，那在103年收集103年资料，好，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可是，那如果是在空白呢？在空白就是游标内容，在游标在没有内容的储存格，在空白格呢？收集什么？没有资料。那其实这句话应该改写成就是什么？不收集资料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想到说，那这不是来去做一个 if 判断就好了吗？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思维是变成很连贯的。所以呢，就用一个 if。那请问 if 我要去判断有资料跟没资料这两件事了吗？请问你要判断是有资料还是没有资料，所以呢，现在作用中的储存格的值有资料，你要写有资料的判断，还是写没有资料的判断？应该是判断有资料嘛？判断有资料就是不等于空白喽，可以吗？
请问，那你一定会说，为什么不是写说，没有资料？为什么不是去判断没有资料？你回去想一下，我们判断都是写判断说里面有资料，有资料是这样子来写的，有资料它是这样来写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如果它不等于空白，那就是有资料嘛，就是有资料的时候，我去做什么什么。然后接下来做完是不是 end if？ 好，所以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，我真的觉得它是很重要一件事。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先跟你讲是一个中文的逻辑观念。如果我直接也可以啦，就直接告诉你，就这样子写程式嘛，就写完了嘛。可是你会不是因为理解很容易就忘记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程式嘛。有了刚刚这个观念，我们就开始来去写说，判断说这一格是不是空白，因为不是空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去做什么呢？做这件事。那如果是空白，是不是就要在这边写一个 and if？ 然后接下来，请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会希望说整个做完哦。这一格，例如说现在游标在102格，现在游标在102，那102年那一格，也就是这一格 D14， 所以我必须要在最后面我加一个，因为 D14 做完我还要做 D15 做完还要做 D16， 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叫，重新呼叫这个资料收集三，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今天跑程式码，然后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要帮我重新再去呼叫这一个聚集资料收集三，然后再重新判断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来执行看看我刚刚所写的，所以。确认一下我的游标所在位置，然后接下来聚集收集资料三执行收集资料三，我打错字吗？各位，你们刚都不告诉我，我刚打错字了，是收集资料，不是资料收集。好，请问应该是收集资料还是资料收集？我们是人，所以我们是写什么？收集资料。我们不是机器，机器会写什么？资料的收集，不是吗？好，关掉，确定。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我开始来去执行收集资料三，执行，是不是就全部都做完了？来去看一下 ，Total 二，帅吧 ？OK，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，就是把那个程式码做完。